秀荣低调入伍，但仍公开李平头照片和粉丝道别。翻摄自 2PM 官方网站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南韩男团 2PM 29岁成员佑荣继玉泽演去年9月以及 June K 今年5月8日入伍后，今天高唱从军乐，他也是团员中第三位入伍成员。以现役兵身份入伍的张佑荣，歌迷向来习惯将其译为佑荣，将在新兵训练所展开基础军事训练。为尊重本人希望低调意愿，所属娱乐一早表示不会公开训练所的地点与他入伍时间，仅透露佑荣的家人、队友与经纪公司相关同仁皆到场送别。佑荣为 2PM 第三位入伍成员。翻摄自 2PM 推特，佑荣本人则在入伍前夕透过 2PM 官方网站公开早一部李平头模样，他并向粉丝传达会健康当兵后归来，希望很快能再和粉丝见面。